有一个钓鱼的人，这还有个背个筐的人。哎，等会儿，这好像也是个人啊。啊，他是个摸鱼人，谁家钓鱼你摸鱼。那这还差九个人，再往下面看看。哎，这里有个坐着飞毯的人，还是个伤心人。那你是什么？高兴人？抠脚人？你怎么在抠脚呀？再往下面看看。哦，这有两个，这是个搬砖人，搬砖人二号。哦，背筐人。右边呢，这还有个烧火的人。哦，织布人。大家都在干活，就他一个人在摸鱼。右边看看呢，右边没有人。上面啊，上面还有人。这个人是砍柴人，那他是什么？挑担人啊，挑粪人。这咋啥工种都有呢？还差两个人，是藏在山里了？没有，他是隐藏在这里面了，房子里啊，这个房子里。不对，车子里有没有人？牧马人，这是个车子的品牌吗？那还差一个啊。哎，我找找人头人在哪里啊。哎呀，时间不够了。